群群俨然已经成为了职棒女神 XCDQ 的最近群群上了瓜葛的综艺大集合。上电视之余的一切绝被一旁的摄影师记录下来 PO 上网。网友们一看暴动竟然是师生秀群群招牌的，再加上一身紧身装，谁顶得住啊？热了喝口水，还是好可爱哦，怎办大鱼小鱼吐舌 A 群群，轮到群群上场惹。不是我在说这套紧身衣加这个坐姿是想逼死谁。接着网友回应，也太漂亮了吧，身材又好，这有厉害到哦，不知道为啥总觉得有几张脸的轮廓怪怪的，不过其他几张又还蛮自然的，脸蛋优的美女一个，我又恋爱了 Tilda， 好正好正好正好漂亮，真希望看到更多她的照片，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，真让人受不了，真的是值得一推啊，五官好深邃也蛮漂亮的，太太太完美，很有味道的女人，好正啊 Tilda 瓜子脸 Tilda， 不过怎么台湾处处是正妹，怎么我周遭就遇不到，上天真是独厚正妹们，好羡慕好佩服，天生受到眷顾者，让人目不转睛啊，看来也有在当麻豆哦，女神级别看久了还蛮美的，女神的美貌真的没有在开玩笑，身材一流，不过颜值算普通，不看脸蛋只看身材，这绝对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女友啦。